我在1993年呢就开始患有胃病，如胃风、胃酸和胃痛，这问题困扰了我长达20年。这病会导致我有头晕啊，精神不集中，然后我也不可以吃面包、包或油腻的食物，有时甚至会需要扣喉咙啊，还有长期吃那个消化炎。那我当然我也是有尝试其他的方法，比如讲喝芦荟汁啊。和柠檬汁等，但是都不能够解决它。很幸运的，我通过弟弟的介绍，我认识了爱康的蓝藻。那我早上就15粒和晚上的15粒，短短在2个月里，我居然不用药物或者扣喉咙了，直至到现在，反而现在的精神是越来越好的。很谢谢爱康有这么好的产品，谢谢。